然后到时候我在那边把这个地方造出来之后呢，这56个民族的特色都会在那边，然后大家就知道我们中国就是有多么的地大物博。许多朋友关注我们的故事是从一辆车开始，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开始，这三辆中国汽车的出口都离不开一位帮助我们的粉丝蔡小飞先生，以及他身边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朋友们。转眼间中国汽车出口海外的故事已经一年了，而他和娜塔莎却还没有见上面。今天他终于来到了宜兴，这个所有故事开头的地方。娜塔莎，叫哥哥起床。该上学了，哥哥。起床了，起床了，乖乖。今天我们去找的一位我们的粉丝，因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国产车系列。没有，老板也倒了。怎么会这么巧，都在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么巧。哎，今天黑丝呢。卡着点来的呀，好漂亮。蔡总呢？那牌子好酷啊。哎，这么客气。你这个人就见外了，到这边来我们来招待你。哎，什么东西啊？双胞胎买。哎呀，谢谢，我不要，谢谢。你好你好，蔡总。我来拿，我来拿，我来拿。这谢谢，给你那瓶酒。我已经放着，在我家放着。我来帮你拿过去。这个是戴维买的那个。来来，你看这个酒放的壳都坏了。你看这个壳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在我家放的时间长，一直舍不得。慢点。谢谢。上次他把他那个珍藏的酒给我了，然后我也把我珍藏的酒给他。来拿，正好放这里。谢谢，太可惜了，这个好重啊。这那个，他刚。刚学会跑，这个好像你再组装一下。哎，好好好，谢谢。那个小钢琴，就扶着那个，推着是吧？对，哦，对。我们家正好有一个，现在双胞胎平衡了。学步秋千。谢谢。哎呀。这在我家放的时间太久了。谢谢。他也是以前在俄罗斯工作的时候。啊，克里姆林。对，克里姆林，克里姆林。很牛逼的一张，谢谢。来尝尝我们宜兴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农、不是农家菜，就是叫宜邦菜。宜邦菜，对，我刚才都喊错了。其实我走错，我坐到前面了。那个保安大叔说，您走错了。加拿大的秋天真的是非常美好。对，这个季节来正好啊。对，这一从这个地方一进来就感觉不一样。欢迎，欢迎。我们后面还有江南美女。这在视频里看着不大。啊，是吗？但是现这个车5米多呢，感觉很大啊。你拍视频把娜塔莎拍的特别胖啊，人家多苗条，是不是？这样人家见真人才有惊喜。但是我感觉就是视频上感觉他真人就是好看。对呀，很瘦啊，不然人家都盯着我老婆看。我知道，哇呀，他就故意。这样一拍嘛，人家才会看看什么梅姨西啊、寥寥啊、班花呀，对吧？我对我朋友都特别好。他们更苗条啊。但是就跟视频的差别特别大，特别大啊！啊，对，对，没有视频，没有失落感，只有惊喜感。对，只有惊喜。我们是一开始拍的时候就是照个什么角度呀、什么的，后来就无所谓了。对，后来我长进之后就无所谓，怎么丑怎么拍。这样拍也行，我已经无所谓，反正有你这个绿叶配，对吧？对。后来他1000多就寄到从义乌都到阿拉木图了。对呀、好像每月到义乌就没有70块钱。对。今天晚饭串串我们的一板菜。来，美女给你开门，你赶紧进。不，你赶紧走。来，提，看到没？网友骂我了，要不你先进。来，赶紧进去，你先进。你是客人。美女先进去。那这个就是我们宜兴的这个头菜。头菜。
很漂亮啊。对，过年时候吃，就是其实以前就是把家里面每一年剩下的好的这个东西全都放在一起吃。哦，就这个是好花买，煮一下还是？对对对，就杂烩嘛，要蒸一下。对，煮一下，煮一下。那跟我们那个河南那个烩菜特别像。哎，像像像的啊，嗯。哇，这跟博物馆一样的。哎，就是一帮菜博物馆。就是博物馆。No, 就这边的这个特色菜。对。这边都是。都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家还有。这蔡总，这个是我们这边徐总，我们的老板啊，你好，我们也是好朋友，欢迎欢迎，呀，有机会去义乌到我到我们吧，义乌好，好，好，哎，我们也去学习噻，哈哈哈哈哈，客气客气，嗯，他这边菜很好吃，你尝一下，嗯，啊，好，你坐我老婆边上吧，我坐他老公边上，啊，不是我坐他老公的位置，你们俩坐一起啊。你们俩一边一人坐一边，然后我坐在中间。哎，这个我给蔡总带的礼物。哎呀，这么客气。哎呀，我天，我都这个是他刚刚研究出来的东西。对，这个是我们刚刚自己出的一个新品，烧成了大概十个左右。对，这个敦煌的一个飞天。哦。嗯，这个是柴烧的。你拿紫砂然后烧成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壁画那种感觉，对对对，我感觉你们的那个大胆和创新你知道吧，嗯，好多东西没有没有没见过，对啊，确实是没关系，这个视频出来三天以后就有人仿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绿松石柚做的一个，哦，天哪，嗯，虽然你不喝白酒，但是红酒我觉得应该喜欢品的是吧。然后这个里面是一个洒金的，这个适合喝我们中国的黄酒，吃螃蟹是吧？很好看的，嗯。这个是这个把绿松石，这个是就是我们家那个，这个是一个寿面图，对，就是那个三星堆三星堆的那种，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嗯，因为这两个杯子呢，就是比较有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的特色，对，所以我就是，所以这个可以送给您的夫人，哎，然后这个给您好。对对，这个非常感谢，这个霸气点的你自己用，对对对对对，这个给你夫人，这个，自己也可以用，哎，是的是的，就是你们那个我就感觉很多东西非常大胆，就是你想象不到，你知道这是你跟他说这是那个宜兴紫砂的他肯定不相信，对，你没见过的人觉得，对啊，对，你再告诉他上面不是颜料是绿松石磨的粉，对，这个是绿松石的，嗯，然后这个对，这个主要是他的手特别强，啊，特别强，手感怎么样，手感怎么样，很好，丝滑，我的手不行，不能抹那个防晒霜，嗯嗯，行，先坐先坐，非常感谢，谢谢，我把你放起来，不好意思，你让我的空着手来了，没有，这个是醉蟹吧，对，然后呢忘了告诉你，你记得那个螃蟹，我老婆他们就是分了几天吃的，两天是三天才吃完，老婆说你记这么多，然后还重点回家还是活的，对对对，然后你别说寄到河南，我们寄到那个沈阳，第二天有朋友沈阳的都收到了，嗯，对，然后那个我闺女回家拿了那个，然后我老婆由于死了，然后给她那个解开了之后爬的，然后满地爬，嗯，对，要就扎着去直接去蒸，它很干净的，已经洗过了，啊，对，那个质量确实挺好的，对啊，他都买好几次，我今天送朋友都买这个，因为王老师他有已经有危机感了，你知道吗？我故意把他拍这么丑，我跟你讲，真的，视频跟本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惊喜，真的啊。然后你自己还在视频里吐槽说你胖要减肥，但是你本人没有，确实一点都不胖，嗯，本人他妈都嫌他瘦，对。就该胖的地方太胖了，然后蔡总，这个是母猪肉啊，我们当地的特色啊，这个对，一般都是吃那个公猪肉，吃母猪肉，这个是，在我们老家那个母猪肉，那个母猪一般就不值钱，对对对，啊，这个我们这边就专门吃它那个皮，它皮不是很难嚼的嘛，啊，就是我们这边特色，应该尝尝，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啊，重口味就是玩意儿。啊，蔡总，这个就是头菜，刚刚我们在楼下看的，就这个啊。我们一直很期待等你过来啊。哎呀，感谢感谢，谢谢，谢谢，以茶代酒，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荣幸，哎呀，感谢。那我赞助一下。哎谢谢，嗯，谢谢你。
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就没有猜中，没有我们这个汽车的系列。关键是娜娜她相信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想。我们俩就是，但是我们认识那时候也一两年了，是吧？去年一直寄东西嘛。对，一直寄东西，但没想到他会把这么大一点东西交给我，你知道吗？那这个糖醋鱼，百分百的比那个楼外楼的这个西湖醋鱼要好吃。西湖醋鱼在网上是一个梗啊。对。嗯。对。我有机会带你去杭州去尝一下那个西湖醋鱼。嗯。味道。嫩滑可能相当可以啊。这个王老师给你准备的我们宜兴的特色，哎呀，夜来鲟大包子。夜来鲟嘛，就是一种菌菇，很好吃的。嗯，那这边。我天，你说我这来又吃又拿的啊？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拿。感谢感谢，我拿，感谢你。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啊、嗯，他这边的不管是什么粽子啊，还是这个包子都很好吃。嗯。这又吃又拿的，多不好意思。后面还有项目呢。那一会儿我就不配你们了。哎，不需要不需要啊，你真懂事。那蔡总，我先回去了啊。感谢感谢、啊。你们好好玩啊。哎，好好好。让你们破费了啊。嗯，你好好招待一下啊。哎，好好好。没事，我会让他早点回家的。没事。不是我去梅西那边喝茶，哎。我去梅西那边喝茶，真去喝茶。还在呢。啊，这个前面那位是地主婆，然后这边所有的都是她的。啊，这么大。来来来，欢迎欢迎。哎呀，这么漂亮啊！欢迎我们蔡总。哎呀，有点乱。这么多，我天。对呀。这个基本上是有的是次品，有的可能就只有一个。哦。地上的那个，它就都是次品。那你看地上的，你能看出它次品吗？看不出来呀、啊。嗯，有的就一点点瑕疵，对，它就不卖了。这是咱们直播间卖的那些。对，我都看不出来有瑕疵。对，它要求特别高。这么漂亮啊！嗯，这是也是紫砂做的吗？都是紫砂的。我天！它不同的泥料，不同的烧法，就会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就今天我说的那个，嗯，它就是有很多创新。你看它的东西跟别的很有美感啊，对。紫砂做的啊，对，很大胆，很创新。那、你看这个就是一开始先做的、后来慢慢的演变成就是给你这个啊、这个啊，对，一点一点的进步，很漂亮。你看它这边是青瓷，我们宜兴的青瓷啊很缺少宣传、然后所以我跟他就商量着把这个东西带出来，它这个就烧出来，你看稍微有点瑕疵啊，它就不拿出来，这颜色稍微有点不平。哦、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这样更自然，很漂亮。对、按他的标准不行，可能就觉得他那个是渐变哈，啊、但是他这个渐变也就是不匀称，你看他这边就是留白留的少、然后这边留白留的比较多、对，但是在于我们来看，他已经有点瑕疵了。我觉得蛮好看的，但是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嗯，就这是用艺术的眼光，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孤品。对，就你这个卖几百块没法卖，你要卖一万块就好卖，你知道吗？对，柴烧的漂亮、啊、刚烧的吗？对，柴烧的发给我看的，我说你烧的好漂亮。哎，你看这个质感跟涂的釉一样。对，好像有油一样的。 对, 对，这就是柴烧、哦、你视频里面还拍不出来，这是柴烧。你看这柿子、哦、你看我随便拿一个，这不可能两个一模一样。你看柴烧，哦，它就是每一个都会不一样。我天，这个真的一样的、嗯、感觉很润啊，感觉跟上了釉一样、啊、它就烧法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哦，我们那个王老师上次卖的那个很牛，你看，对，他一开始给我这个，我说这个差点意思、对吧，差点意思。我说你得这个就是断泥的。对，包括你看那个断泥的，它为什么后面它就颜色深，上面就浅，它就是在我们柴烧窑里面，它遇到火的那个位置温度它不一样，烧的多的可能就是这个颜色会产生这种不一样的效果。但是你要是一样还反而不好看。对呀、啊，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收到的东西它都会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看这个它这边就有点瑕疵，所以我放在这里基本上都是有瑕疵的。哦，这个做金融的应该买这个啊。我天哪，这边里面你看现在乱糟糟的、嗯、我马上过一段时间准备跟梅一西把这边重新打造一下、然后
做成一个就平时我们粉丝可以来喝茶的地方。哦，哎，这不是茶吧，就是过来可以聊聊天啊，对，会客厅。嗯，然后墙上啊，到时候我拿几张画过来，就是挂在这边，就挂在这边，这大家就可以看，一边喝一边聊。你连珍藏都放在柜子里了。对对对。这样大家有的东西可以看到摸到嘛，才有感觉。对对对，嗯，这样也可以，就是说有些粉丝他想来到我们这边看一看啊，因为汪老师对我们那个宜兴进行一个宣传以后，很多粉丝他都很有对那个宜兴很有兴趣，他想过来看看。他不知道有的粉丝，比如说我今天不接待你，你到了宜兴你就不知道去哪边吃饭，对吧？嗯，不知道去哪边喝茶，然后你到这边我就告诉你，哎，你应该去哪边吃饭，嗯，去哪边转。对吧，早上去哪里，下午去哪里，冬天去哪里，夏天去哪里，对对对，嗯，然后就很有意思。想见我们汪老师的可以来。想见娜塔莎的。对，嗯，梅总当时收门票是吧？不是这不收钱，不收钱。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搞这些东西，我是先拿他这边做一个试验。你不是知道我要在哈萨克斯坦边造房子吗？啊，我的那个房子上面用的这些瓦片砖头你能给我搞定吗？寄过去。那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是吧？我后面还进门头的。对我们的来说小菜一碟。我想在哈萨克斯坦不是建一个民宿，也不是建个饭店，我想建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中医诊所，但是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地方。哦，就是把中国56个民族的每一个特色全都放在里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巷子，或者是有一个房间，可以陈列我们56个民族所有的特色，比如说你是大工程。对啊，苗族的银饰，比如说藏族的天珠，然后比如说那个独龙族的它那纹面的那些工具，啊，我们只要把这些东西集齐，因为外国人只知道我们中国人，他只知道中国人，他以为中国是一个民族，其实不是，他在我像俄语里面他叫 Gdaiz，翻译的都不对，叫契丹嘛，对吧？对，其实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文化都不一样。然后到时候我在那边把这个地方造出来之后呢，这56个民族的特色都会在那边，然后大家就知道我们中国就是有多么的地大物博。哇塞，那你那太赞了。对呀，啊，那你那是大工程，很浩大呀。对，所以我一直就是很想宣布，但是我一直没有说。你的梦想。对，我的梦想就是把56个民族的东西都结合在那边，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56个民族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太有意义了，对，56种文化。那这个就得拜托我们蔡总了。嗯，对，院子里面再停上我们的中国车，然后你进去，再去给Nadia、Zhenya、Nastya去给他扎针。你光这个环境一看到病都好了呀。对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非常有想象力，非常有创造力。对，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对对，我学画画这么多年。画两幅画卖两幅画我觉得没什么啊，没什么，就主要是还是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带出去，这个艺术家他的思想就是与众不同。对，我们可能就是关心的是我们的柴米油盐，可能王老师关心的是我们那个国家民族的这些中国的这种元素的推广啊，跟我们的层次不一样。因为老外看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啊，他们是很有局限性的。像我老丈人，他来中国之前觉得中国很好，来中国发现中国跟他想象的那种好完全不一样。就我们要把这种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东西尽量的呈现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开头。那肯定不会正宗，我造那个房子首先我就不可能正宗的，但是我会尽量的去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慢慢去丰富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汪老师他为什么能把这个视频拍得大家都非常喜欢看，首先我觉得这个拍摄的东西啊，它不是他的主业，他就会把他的思维包括他的那个大脑的一些想法给打开。而且之前我们也聊过，嗯，就是打过电话聊过，嗯，这拍过视频，然后他自己的想法，嗯，有可能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你那个视频里边哪些好的点，我们会是他也吸取那个，对，就是我们反馈的这些想法，对。然后呢，越拍越丰富，而且最主要是啥，你知道吗？嗯，最主要是这能当连续剧看。我们这个56个民族如果集齐的话，这个少说也得这个一年半载吧。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粉丝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到时候结合那个文旅啊。嗯，然后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对对对，我们都可以做，可以让大家也过去体验一下。对，这个可以参与进来，对吧？对对对，大家可以。对对，好多人都催着你建房子了，赶紧建，对对对，建完了都想去看那个发布会嘛。啊，那个放城报的，看完之后我们咱们提车，提完车我上完牌我就直接出发。我天，很辛苦。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去看地，
看一个满意一点的，然后成本也不能太大，知道造不起，到时候把那边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老百姓引到我们家来，这个做针灸。你想想，用中国人的技术，但是几个外国人，但是他们在中国人中国学有所成，对吧？然后去给外国人减轻痛苦，然后在我们中国人造的房子里面，啊，关键那个地方古代叫做达罗斯，是，安西都护府。我想起那个汪老师回来之前拍的那个最后一个视频。很炸裂、啊，对对对，金色的那个车，对、啊，所以你先赶紧把这边改造吧啊！我先踩踩坑啊！好，这个小事就交给我了，对，然后大工程交给我们蔡总，积极配合。对，我先把我们家那个房子装修起来，然后这边也踩踩坑，那边踩踩坑，然后最后就是坑踩完了之后再去那边，再继续踩。那给我们蔡总泡个我们宜兴红茶好吧？对，谢谢。哎呀，这个很好看啊！对，放在这边很漂亮 啊。这个好看吗？嗯，哇，哎呦，这个也好啊，这我都没见过。做的这个神韵真好，就是憨憨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有那种手想去抚摸的那种感觉。他们都越来越红。这个烧的水平太高了，你看金色的都烧出来了，它不是涂的那个颜料啊，它就是温度控制的好，烧成了金色。然后一开始是发银的。然后你就是养着养着，这个茶道上就变成金色，哦，很漂亮啊。对，你知道为什么老外只能玩那种奢侈品吗？珠宝这种，因为这种他玩不了，这得多少年的文化积累下来。但是这种东西它没法批量生产，哦，哎，就几个，这个得有偶然性。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全手工，用手捏出来的，就想象刻呀、雕啊、捏呀。哦，就拿着那个刀。我们有一个竹签子，就是类似于像这样子的。就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这样弄出来，线条，然后这个背是用我们的手这样慢慢一层一层堆上去的，啊，有点类似于我们当地的这个菌陶啊，对，我天，就全手工的，真的，就你一层一层的往上粘嘛，对，然后最后烧，你可能烧一百个，最后烧出一个这种，嗯，哦，这东西你说怎么给老外解释说养，对，养我都不会翻译，你尝尝我们宜兴的红茶，对，尝一下，对。你喝完之后它嘴里有那个回香，对，嗯，而且它不腻啊，嗯，就觉得嘴里很干净那种感觉。宜兴红茶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啊，嗯，你像福建云南那边茶它确实也香，但是它跟我们宜兴红茶的香味是不一样的。这个上次我们有一个老粉丝，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加了香精，对，真没有，它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这种味道。哦，这个到嘴里有那种回香，很舒服。对，蔡总，我今天这个龙呀，是我们的一个原创的作品，它这个是一个三星堆的设计，然后很漂亮啊。对，我就想着你不是属那个吗？属龙吗？哎呀，然后这个送给你，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哎呀，我天，在你这真的开了眼界，嗯，很多创新的东西就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嗯，其实是传统的，其实是传统的，嗯，我主要喜欢那个老粉，嗯，哎，蔡总，你这个鞋很有特色耶，不鞋，啊，这么低调，这么低调，100多块钱，嗯，我穿惯这个了，然后穿那个运动鞋穿的不习惯，那个我今天来见你穿个好一点的，我平时在那个直播间买那个6.9块，也是布鞋，蔡总老婆看见了吧，他应该会刷到我们视频的吧，太节约了啊，你看今天坐在我面前的两个好男人，来吧，走吧，我要带蔡总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怎么样，走吧，回家拿他不会打你吧？不会，你老婆会打你吗？没事，我老婆晚上9点以后不打电话。好好好好，不用报备。哎，对，这边，左边，哎，然后停到那边里面停车场，果司机这个果司机家开的酒店啊。我也来体验一下。对，看看果司机家十里呢，那边进去，这果司机还停车场。是不是很有代入感？果司机的那个，来拍的那个果司机的宠物，果司机的牛，果司机家里了。对对对，去拿钥匙。哎，坐上果司机家电梯了。我马上到果司机家里了。
你回家晚不晚？不晚不晚。我都带你就是原路感受一下，就是我老丈人啊，他们在住哪？不是这样啊，对，走错。那一看我就不经常来。这边没人看啊，不然的话你可以一个可以在这儿洗澡，另外一个可以在那边欣赏。行，那我就先走了啊。辛苦啊。没事没事。这天怎么样呢？玩得开心吗？你会问问他吗？我问你。我又不知道。台长。休息的好吗？休息的好吗？非常好。嗯，他昨天安排的怎么样？非常好。好吧，不好的话我下次让再给你安排啊。回家没有爱心吧？没有。回家那么晚。我12:30就到家了。我们已经睡着了。怎么了？咱笑得这么开心？又见到你们了。感觉玩的不错啊。哎，对对对。嗯，挺好的，好呀。来给你们找麻烦。没有。下次我都不好意思来了。没有。又吃又喝，然后又玩。随时来啊。还又拿。随时来啊。对，很近嘞。昨天小朋友特别开心，我一到家直接把东西拆开，他们已经在玩了，早上就在玩了。对呀，开始玩了。开回去不近呀，3个小时都得。对呀、啊，差不多。嗯，辛苦了哈。行。哎呀，你们辛苦了。嗯。哎呀，给你们有空再来，有空再来。行，你们有时间了上义乌玩。对。以后买车继续找我啊。谢谢。好，走。他是懂的，他知道你爸爸没有车开。好的。行，再走呢，再见。好，再见啊。啊，拜拜。哎呀，去帮忙去了。娜大婶，嗯，这个螃蟹季节到了，我们去给师母送点螃蟹怎么样？当然了，必须的。我收拾一下。好。来，米拉斯卡，亲一下爸爸。来，嗯，哎，不好意思。来，给你戴上这个。哎呀，真好看！哎，美女，哎。我的女生出门喽。来这里。好。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就来看看你。不行了吧，不好意思的。师母娘给你做的燕来裙。燕来裙，哎呀，可以啊。并不是爱，他自己腌在里面的。炖鸡蛋是吧？炖鸡蛋，哎，就是。这是熟了的吧，哥哥？熟了的，好了的，直接鸡蛋壳。好的，他就湿面的时候放进去很鲜的这个。湿面，我炖鸡蛋我也蛮好吃的。哎。对对对。小米、虾米，嗯，真客气啊。我爸爸最喜欢吃他的菜，我都不好意思拒绝。每次过来他都要就是顺一点回去我爸。很多。嗯。我总是我也请个老头过一个钱。嗯。这种没有农药撒过的就是最好的，有冻在上面的。这个是真正的奢侈品。不要多。嗯。够了，吃不了了。都困觉了，看的。嗯，对的。哦。不然我叫他过来的，他就在困觉看。谢谢啊，我们再来试试好不好？十几年前，杭中吉先生收了第一个学生，那就是我。那会儿刚上大学，家里也倾其所有供我读书。我们当地拜师宴的风俗，必须学生要请老师吃饭，而杭老师跟我说，请客吃饭不要有压力。到那一天，
我给你带上一箩筐螃蟹，酒水也有我自备。你呀，少花一点是一点，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记住，将来好好学画，好好回报父母，好好回报社会。